是幕府将鬼族视为威胁，派遣武士前去征讨。啊！经过一番鏖战，凤行府的武士击败了恶鬼。哎，等等，我拿错剧本了吗？总之，这人类与鬼族消除了芥蒂，从此生活在了一起。那真是邪门。要这样演才像话嘛！没错，老大，还得是我们荒龙派。主大人，后台那边很精彩吗？可惜天领奉行的人已经到了。抓住他们！啊啊